你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谈的是全部啊，我先把这，就是西麦的音阶，你看啊，像同学不是教你们的拉嗦嗦咪咪哆哆啦啦哆哆咪咪嗦嗦啦，看到没有？都在这里面了，啊，微在这边了，就这么几个音，那这个咪的话降咪的蓝调音符，这个也是蓝调音符。因此你把这几个主要音会抓在收里面，然后再来二指型的时候教你们，下面没有教吗？二指型的时候，嗯 ，re 哆哆啦啦嗦嗦，咪嗦嗦啦啦哆哆 re， 这个等到教到二指型的时候再教，现在目前就教了一指型，不，目前二指型只教到大和弦，对对对，小和弦还没教到，对。那就是这样的，嗦啦哆来咪，咪嗦啦哆来，咪啦哆来咪，这样。然后这边呢，你看，就这边我们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四小节。你看，再看一遍，看看它上面写的咪嗦啦。咪咪咪咪咪咪咪啦，这边有个抖音啊，用这正音啊，正音就是，好，咪啦啦咪啦哆啦嗦咪啦，也是一样的抖音的。那这个谱当然也不太好写，那个小兵这样写，你们就学家就对他这样，对啊，已经写得很不错了。第二段了，好，我把整个弹完好了。好像比第一段比较还难弹一点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我对。